球有机会踢掉。 黄妙珠也非常拼啊，这几分球。好球，漂亮！头顶点杀斜线，还有王世贤在第二个赛点将比赛拿下，24-22，胜了第二局，这样他就以2-1淘汰了2007年的中国公开赛冠军黄妙珠，打进了本次比赛的四强，也使中国队提前锁定了本次比赛女单的冠军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中国公开赛就为大家。